那像今天介绍电手持电扫描仪，且带十，然后安装电池，瓦电池，然后还要装一张 IC 卡，机头上，然后开关，按钮开机，再扫描仪选择类型还是 JPG 文件还是 PDF 文件，我们开始扫描一下，按绿色开始亮起，扫描，云，迅速扫描，按一下结束。连接电脑，连接电脑，继承机，任何区，刚刚上，上来了，是非常清晰的，而且我们随机，OCR 里面的图片将。